出了啥事儿？佐藤中尉忍不住上头，自杀死了。去吧，下着了吧，别站着，坐。 宪兵队长、管家、长保，能是内鬼？情况就是这样的。荒唐！管家和长保为什么从李少跑呢？宪兵队长清楚。奇怪。老太太什么时候走？明天一早就走。谁护送？童参谋和杨木。 任选一，我听说童参谋和杨木好像不太对付，什么原因？护送队伍刚出发之前，童参谋审问了杨木，好像还动了手，然后就劫了粮子，后来两人好像因为钱的事情就打起来了。你这一路上就没发现童参谋可疑吗？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暗藏下来的铁拳？他没这胆子。那是谁放跑了军代表呢？杨木最早怀疑是长保，后来管家又怀疑是郎中，后来又怀疑是厨子。管家和长保放跑了冲田，就不可能放跑军代表。所以嘛。 大家都怀疑是郎中或是厨子，那两个人不都死了吗？死无对证。为什么没有人怀疑是童参谋呢？因为军代表跑了好几次，童参谋都不在场。哦，这事儿啊，长保醒了，您可以问问他。长保。 你脸色不好，一路劳顿，受委屈了。是这样，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我听说你和他们的连队长还谈得来，我要知道他们的底牌是什么。这件事十分重要，你要全力以赴，懂吗？长官的条件是什么？集团军军长。 驻守天津，军长，驻守天津。我要是仅仅满足于某个师长依旧打野战，那我这是干什么？要是他们不满足你的条件呢？你要知道，我铲除了异己，一直按兵不动，与日军接洽这些事，都已经泄露出去了。 现在已经无路可退，所以你能明白吗？还有一件事，老太太走不会坐日本人的车。我打听过了，只有守护营有一辆车是新车，但是钱不够，老太太几乎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就把它买下来了。好。
你知道让你来这儿干什么的吧？伺候长官。跟我来。长官，人带来了，他叫花儿。长官好。从今天晚上开始，长官所有吃的饭菜汤都要先尝一尝。还有每次进屋之前，在门口都要经过长官同意才可以进。每次从病房出去再进屋，我都要搜身子，你们包涵。这个是让他们晚上要吃的消炎药。啊，不吃。就这一片，怕什么呀？你要是害怕，我可以换人。对，小关，你还有什么吩咐？去吧。那我们出去了。来，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嗯。哎，对了，这个就是你的洗漱品。哦。走，我带你再看看别的地方。嗯。这儿就是水房了。走，我带你再看看别的地方。这边是换钥匙啊，这边是军医办公室。来。哎，你们两个在这儿啊？花儿，你到这儿来干啥？这不，我带大家熟悉一下环境。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个。走。花儿，把这餐具擦一擦。是。长官，都安排好了。杨木和佟参谋在哪儿？他俩在军医办公室呢，把他叫来。杨木还是佟参谋？杨木。是。马长官有请。有请杨队长。哦，对不住了。走。马副官怎么样了？还好吧。长宝还没醒呢。哎呀，还没呢。哎，我看你走得挺快的呀，不是腹部中弹了吗？我这只是一点小伤而已，擦破了个皮儿。来的时候啊，身上那血都是那个副驾驶士兵的。哎呀，那家伙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狼山的土匪啊，也太厉害了。下回啊，你可得注意。是啊，这回去还得有一关呢。这种事儿啊，我们见的比你多，这方面经验比你多。再过老狼山，你可不能这么冒失。你什么好主意？警卫队招多了，车装加钢板，长官穿纱衣，这你不懂。哎，啥叫穿纱衣啊？军大衣，翻开来，把那里子全掏出来，芯儿也掏出来，灌上沙子，浇上水，你再给长官这么一穿，啊、你看这儿、这儿、这儿。都能哎，能挡子弹，能挡一阵呢。哎，还有这一招呢？啊，早知道我就你就穿上了，那得给长官穿啊。那是那是，哎呀，我这又学了一招啊、嗯，看来以后还真得跟你多学学。我这儿招招都是保命的法子，
想学你得给钱。瞧你这说的，还见钱眼开呀、啊、你。都让你学了去，我是啥？你长事儿干啥？让你伸开。干啥？为了长官的安全，例行公事，搜一搜。枪倒没了，搜啥搜？哎，别瞎忙。嗨，我也没办法呀，对不住了。走，来，你在这等一下，我去通报一声。队长，二，你先回过去。是。副官，一路上辛苦了。坐。长官辛苦。叫你来不是问一路上的事，七七八八的我已经略知一二，不感兴趣。老太太要回博阳，还要接着走。老太太啥时候动身？明天上午。如果这事圆不下去，就把可疑的事情推到我身上，撇清你自己，这样你就有机会出去。你这是啥馊主意啊？想都别想。你就想着咱们其中一个能去前线，那儿的铁拳兄弟正心急如焚地等着我们呢。有机会也是你先出去。我有个建议，我是当家。说。这地方不安生，长官身边需要加强警卫，我留下行不？咱队长在警卫这方面很有经验。这我知道，可你不送老太太是？佟参谋，他？这一路上要是没有他，结果难料。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家属队开拔之前，机要主任就跟我说过，说佟参谋机智多谋，办事谨慎，没搞砸过一件事，具备很多我没有的素质。机要主任是这么说的。是啊。什么素质？说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起初我还不信，可这一路走来，经过这么多事儿啊，我算是服了。什么事儿？那事儿多了，你就拿那个冲田吧，他对老太太不敬，我本来要杀了他，结果被佟参谋给拦了。为这事儿我还给了他两巴掌。佟参谋为什么要阻止你杀冲田？佟参谋说，如果杀了冲田，老太太的安全没有保障，家属队不能顺利抵达，我们这任务也算搞砸了。楼餐亏了一点钱的事，能跟你擦枪走火，那都不是小事儿，一百大洋。他寄存在酒馆找着呢，说是任务完成以后治家用的。他哪来的一百大洋？别说他攒了三年多，一直都没敢动过。有人说，管家和长宝串通了老狼山的响马。这我倒不信。为什么？他俩是长官信得过的人，他干不出这种事儿吗？倒是到了拒马镇以后，这宪兵队长总是鬼鬼祟祟的，我看着有几分可疑。怎么可疑？不可说。说。长官你别不爱听啊，老太太和宋清早就看出管家和长宝吃里扒外，到了地方后，宋清就让宪兵队长抓了管家和长宝，可一转头，这宪兵队长就把他俩给放了。宪兵队长又抓又放，那他和管家长宝还是一伙的喽？抓是迫不得已，
这放八成是分赃不均，借着放人下黑手吧。喂，是，是，不成了，是。你先回去，听候通知。今天上午八点本市会面。好。还说日军一个小队已经剿灭了老狼山的武工队据点，扫平了寨子，还抓了一个重要战俘。冲田说日军正在返程的路上。哦，这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们还要经过老狼山回去。那明天老太太出行，你打算派谁去啊？我要想想。我现在出去了。哎，花儿，哎，散了。夏长官晚上要吃药，拿过来去。是。好的，长官，我明白。走啊，不记录了，去接手。老人被林怎么都没了？我刚才听到电话里，好像是说用不着看着他们了。二位怎么样？没有人。老太太明天去博阳，你我之间有一个人去护送。太好了，你去。我推荐了你。你推荐我干嘛？马瑞能见我，说明他对我还算放心，所以我推荐了你。他当场并没表示反对，这可是个机会，你别错过了。你是不是忘了更大的事儿了？忘不了，我都交代好了。大夫呢？出去了，有事儿啊。俺来领马副官的药。马瑞明天早上八点开会，还有，鬼子打了老狼山，据说是抓了个受伤的人，还是个重要的人。重要的？男的女的？没听见，俺猜。如果是个女的话，他们会说这梅叔马上就是个男的吧。这么说还得手术。哎，这消炎药可不能落空啊，化了脓可是大事。哎，这位是啊，俺来领马副官的药。你领？你谁啊？师长家的人。大夫，俺来领马副官的药。药不在这里领，来。来来来来来。别看女的，捅破脸。废话，用你说。这一下子的路啊，就好办了。二姐，徐代表，俺有这么好消息了啊！片刻不能停啊！杨木和董参谋还等着咱们的消息呢。放心吧，看我的。就好嘞。大嫂子，小心点。放心吧。小心。行，去哪儿试车？出城。
爸。宋小姐，咱这车还不错吧？是连队的车回来了，这样我先过去看看。我们还得回那连队长，我陪连队长的客人出来看看。啥事都开了，我们还得回那连队了。他说这里不安全，咱们走吧。您看这车还行？行，挺好。晚上去旅社，我把剩下的钱给你。多谢，那我就在这儿下车了。去军医院。请问杨木和童灿吗？他们在金官食堂，就他们两个人吃饭。还有金官那个文书也在。文书是哪儿？他是给日军联队做事的。军官病房的饭送去了？已经送去了。长跑现在还在手术室？已经在观察室，还在昏迷。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很难说，他伤得不轻，如果伤没完善的话，没快补伤员，我这边是军官。好，大夫，长宝咋样？在观察室里面，还没醒。他能睡那么久？他伤得不轻啊，很多受伤的伤员要许多天才能醒来。吃你的，你瞧我干嘛呀？哎，你也别光吃饭啊！哎，多吃点菜。你干啥？现在能这样吃？哎，下饭。医官，有伤员被送来了，是枪手。我看你这胃口也不行啊，没吃两口就不吃了。不怎么饿呀、啊，还是你行啊，吃喝不落空。你慢慢吃啊，我们先走。糟蹋粮食！冲田长官，这是。彼は重要人物だ。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命を救え。我会尽力的。彼が喋れるようになりさえすれば、それで手術は成功だ。这个あることがどうしても知りたい。喋れるようになればそれでいいんだ。飯食い行くか。はい。ああ、怪我を負った人間が一人で攻撃を送信して、後の何人かが逃げたんだと。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じゃあどうして貴様は奴ら包囲しなかったんだ。私あの地形おかしくなく、奴ら基礎を開いて逃げたはずです。どんな連中だ。男三人、女一人ほどです。女もいるのか？はい。
ムーゴンドゥイの旗を掲げて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はもうすでに八路に編入されたのかもしれんな。怪我流回復を待ち、すべてわかるはずです。脊柱伤，对，腿部骨折，肩部有弹头，腹部也有弹头，还有这里胸部最致命的伤。他是战俘吗？皇军说18路。中天大尉说，不伤及生命的伤都不要管，只管致命的，只要能开口说话就可以。军医官，伤口都消毒除菌了吗？完毕。准备血浆，全身麻醉。全身麻醉？那师傅苏醒的时间？时间怎么了？冲天大卫的意思是说，听我的，服从命令。啊，是。你刚才说那个药叫什么名字？是这个。这种药只有医生签字才可以取。对，看一下，这种药可以治疗。你们俩不管谁去送老太太，一定要坚持给她吃药。这有吃饭的地方吗？啊，过道那边，军官食堂。你可以带我去一下。啊。少夫人是八路代表。没见过他，应该不知道他是谁。还是怕王凤凰那边，但愿他跟过去的庙已经土没了。哎呀，我跟军医官明说了。明说？恳请他协助我求八路代表，这哪行？徐光的地下通道里面具体情况还不清楚，需要事先侦查。我去。사르베치가여기와서렌즈와뭐나니웃댄다군의병원의식도에사키다시댄노가그래서전차의상인은피허이디절대리로상그럼기말이다왔다가하이조감와리와리와로란샤누코에대해이くつか문서를발견しました맞네これ、ジューマージェンの城内の見取り図じゃないか？奴らもしかしたら、企んでんのかもしれんな。まさか、茶葉を刺したのは、あの奴ではないかと。うん。文字の読み書きを真面目に勉強してるようだな。でも見てみろ。この、ウーゴンルイの、ウーの字に、この点、欠けてるだろう。うん？お、これは古代の象形文字のようだな。古代象形文字？お、うん。文字のように見えて、絵のようにも見える。奇妙な記号だ。あ、孫小姐。孫。我是来给老太太拿药的，想顺便吃点东西，可以吗？当然可以，你要是不介意，跟我们一起吃饭吧。嗯，请坐。哎，你还在啊？啊，不去。是。你们在谈公务？啊，这就是从老郎上拿回来的东西。你也写几个。
也好，一目了然。这个字写的可不怎么地。这个呀，土匪被土八路求变，再随喜奔放。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里面也许有杀机的事情。嗯，那这个呢？这没有什么。哎，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在九外，我看见你和金卫营长在开车。你觉得那车怎么样？嗯，很不错，是一辆美国的福特。哎，福特的车吗？嗯。老太太要去博洋，没车可不行啊！我在城里都找遍了也没有。正好警备营营长说他们有一辆车是闲置的，天津有一家商行要买，我听说了，所以就买下来了。哎，给为你送那一个车吗？嗯，是。あの車は本来一人乗り気の車だったが、その後我々が使っています。疲れまみが多くなく、部品が足りず燃費を高すぎますが、そうは言っても本当に綺麗な車ですよ。您这儿哪可以洗手？啊，是那边啊。这东西。喂。そんないい車があるんだったら将軍に乗っていただける。どうしても大役がなかったんだよ。しかしこの車は軍用車ではないので、彼が欲しが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おい、警備への態度、彼女っていうのは顔見知りなのか。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よく調べとけよ。はい。又吃一顿啊？开什么玩笑！我接手去了。我也去。你去？废话，许你去不许我去。長官、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また後でな。林队长你要和你谈一谈呢。谈什么？大约关于明天谈判的事吧。你们男人的事我可不懂。那就当作聊天吧。你更好吗？好啊。时间地点过一会儿在城里的茶馆，可以吗？好。那好，那我回去报告一下。嗯，我先走。よか。お、あの捕虜は回復したか。手術还没有结束、伤员病情复杂、军医官正在抢救。よく見張ってろ。はい。需要找辆车。
我已经找到一辆车，但是给老太太用。冲田和玛丽都已经知道了。还有，我先想办法把军代表给弄出来，可他现在在急救室，或许明天都会在那。这个我跟佟参谋想法子。我知道，可是你跟佟参谋这件事情出了岔子，你们俩可就是水房底下有个铁笼子，我得去查一下，需要你帮个忙。手里什么东西？没什么，打开看看。快一点！算账。哎，问你事儿。啥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啊。你们这儿一块银元值多少法币？你们这干啥？反正这天津、北京的行情我都了解。我这么跟你说，在我们那儿，一块银元兑300钞票。元年的330，这么多。所以不知道你们这儿什么情况啊？我们这儿少，才210。这么贱啊？哎呦，哎，算算呗。吃好了吗？这辣椒太辣了，我倒杯茶水吧。好的，给上点去啊。有水果吗？有的，你现在先等一下。啊，用这儿的法币啊，兑成银元，然后在我们那儿再兑成钞票，啊。买了相同的物品，再拉回来，是吧？再兑成银元，这一去一回就40%的利了。再来一个来回呢？80%。14个来回呢？四个来回，开玩笑吗？开什么玩笑？你说的轻巧，说的轻巧，做起来难吗？你这里边吧，它有几个问题。哦，你说。第一，来回多少公里？沿途有没有土匪打劫？就算安全，这敌占区的货品什么价格？你说，听我说完。这第二，时间，这一来回的时间是怎么算的？7天？1个月？我们这儿的价格可是半个月一浮动，万一高了怎么办？这再多的银元也有沦为废铁的可能吧？关于这银元嘛，我也略知一二，什么年代，什么成色，这问题你不得考虑考虑啊？你说没？单就这3点，你说是不是开玩笑？啊，
这么简单的一件好事儿，就是你想得到，别人想不到。说完了，你说。我先回答你的一，啊，解开你的三个半。这三个半？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句啊。啊啊啊！从这个云山岭到巨马镇，走单帮骑马，这一去走单帮是两天，回两天，这就是四天。对，有一半人做不到。哎，你说这杨木是不是掉厕所里了？哎，昨天食堂的菜太辣，吃完了拉肚子，别理他。可是再辣也不至于不出。你还是比我要认真的多呀！快点！哎呦哎呦，你能不能轻点儿呀？你是文书吗？啊，我是。你过来一下。我。就是你。出来一下。把那盘水果给马长官送过去。我，杨队长和佟参谋现在去不方便，怎么？嫌事儿小啊？还是摆架子？啊不不，我来，我来。你们这是？给长官送些水果。那我去吧。不用了，你们俩在办公室等着吧，等着长官的信儿。老太太明天一大早就走，现在看来你们两个人只能走一个，你们赶紧商量商量。我还有点事儿，一会儿回来。里面怎么样？不行，都太窄。上回有麻烦，还得讲其他方子。万一王凤凰和国军代表没特别出去怎么办？今天晚上就走，别等老太太了，想办法去八路代表。不行，要走也是你走，我留下。别争了。哎，跟你傻子似的。说吧，啥事？你去吧，走走，爸，那个，我想把你这菜全保了。这还用商量？我趁瞅着不好卖了，啊？你在哪儿住呀？城内斜街。哦，城内斜街。啊。意思是你叫我叔咋样？你瞅什么大哥你？啊？瞅什么大哥？有瞅。你看我个下次进城做买卖是吧，没有通行证，那你也知道这进城嘛，没有点司法人家不让你进去是吧，你看你这闯财成色这么好，我全包圆了。你给多少钱？你这多少钱？八块啊，十块。十二十。二十。行成交成交。你是做什么的？我是蛇叔的，顺便到那个城里头瞧妖姨看个病。难怪难怪，都给您了啊。老太太と一緒に行かれたの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か？你不随老太太走了吗？我当然要留在这里。そうですね。ここにはあなたが必要です。很好，这里需要你。
明天马副官就要跟你们会谈，会谈些什么呢？もちろん改変のことです。あなたはマルイのそばにいて何か気づきましたか？当然是有关改变的事。你在马瑞身边，想必会知道他关于改编的条件。我倒是想先听听，你们都有些什么条件。それはちょっと言いにくいですね。向你透露这个合适吗？就是为了节约时间，大家能谈得更好嘛。提前沟通一下，也没什么不好。では、あなたの方からお願いします。那你们长官的要求是？长官的条件是什么？集团军军长，驻守天津。司令，驻守北平。司令，北平。这个条件不算是太难吧？その条件は思ってもいませんでした。这个要求非常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贵方代表或许可以接受。我々が良くても北平の者たちが許さないでしょう。即使我们能够理解，让北平的官员接受也是非常困难。那没关系，反正有的是时间，你们再考虑考虑。私は上司に報告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我们的长官要向他的长官再汇报一下。好。老爸，哎，老爸，啊，你这个咋卖呢？对啊，啊，两块，两块。扇子咋卖？扇子。一块，那醒目拿一个。对啊，啊，那咋卖？一块五。那全要了，全要了。啊、对对对，快点，好好，等着，我找东西给您包着啊。好茶蛇鼠赚点钱，您是说书的？哎，会点啥？会点啥？全会。那总有几个强牌吧？哎呀，岳飞枪挑笑梁王，穆桂英大战铁门阵，蛇蛮子大药堂。等，我这不需要。为啥？没啥新鲜感。这城里说书的、唱大鼓的花样多得很。你这都是老掉牙的观念，喝茶行不行？那行，哎，您请。这里面没有人吗？没生意吗？人搬走啊？哼，怪不得你，生意这么差。你喝点啥？没钱咋喝？没钱？没钱你扯啥？啊？哎，你要困就睡觉，别在这儿没完没了打哈欠。我为啥不能？你能，但要打就一次给我打完了。哎，我说，你管的倒是宽呐。你这是执勤啊？这才几点就在这大头见脑的？
这是我们的地盘，还轮到你教训我？真想废了你！哎呀呵，还你，还废了我？咋了？咋了？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人家是连队的人，你说话就得客气点。听不惯你就滚！我人家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告诉你阿木，你仗着师长求饶，你一天到晚就这样，你狂什么？想打架是吧？打架怎么了？来啊！怎么着？没打够是吧？告诉你，我跟这种人我没法待在一块，我简直是……走，这种人我跟你没法一块待着，我滚！哎，你让谁滚？他骂人，他就有兵痞，咱跟那可不一样，谁跟你拿解释？这人就是马屁精，就是马屁精，哎，师长的马屁。我也不知道在这儿怎么又得了势。旁边是什么洞？住手！你看看。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自己把输液管给拔了？要我长官叫我瘦啊？你有完没完？没完！医生，病人身体有所好转。冲田先生还在外面等您。伤员还没有苏醒，需要留院观察。今天晚上还开不了口说话。一会儿你把伤员推到观察室吧。是。他还好吗？伤员焦躁，刚刚把输液管都扯断了。这样是很危险的，看好他啊。嗯。怎么那么轻？这能怨我呀？光喝水不动窝，你给我喝两大壶水，在这坐半天瞧瞧，你不会少喝点？半天没吃饭，不用水撑着，翻了白眼你担着。嘿，保罗伤员怎么样？他伤得很重。你知道有关这个伤员的情况吗？我也不是很清楚。长话短说。他是八路军群代表，是组织马瑞叛逃的人。他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在战场上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03师与八路军一部准备在云山岭与日军浴血奋战，但作为副官的马瑞却趁师长疗伤之际与日军秘密讲和，企图叛变。这样一来，云山岭战局将发生逆转，日军将长驱直入，踏遍河山沦陷，百姓面临涂炭。那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是高明的医师，我恳请你一定把八路军代表救活。我一定会尽力的。快把他救出去。怪我人はどんな感じだ？他伤得太重，不太乐观。目を覚ましたのか？要是他生存能力很强的话，最快也要明天早上。ちょっと見てもいいか？
こいつの傷はそんなにひどいのか。是的、長官。手術にどうしてこんなに時間がかかるんだ。军医官坚持把他伤口处理完毕。哎，あの医者は人が良すぎる。目を覚ま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醒了，但还说不了话。じゃあどうして縛ったりしてるんだ。他总是乱抓，刚才把输液管都扯断了，只能暂时把他捆起来。这也是为了他好。植物人間にはならんだろうな。这个不敢下结论。あの扉は開けるなよ。是。この部屋には自分と医療関係者以外は入ることは許さん。是。累。哎，徐导，外去。先生、ご苦労様でした。ああ先生、今一番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ああ我想喝一点酒。酒が飲みたい。いいでしょう。どうぞ。先生、医者たちがどうして手術が終わった後に酒が飲みたくなるのか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よ。おい、长官，ビール。您不是说军医内不准喝酒的吗？確かにそうは言った。だが自分と先生は飲んでも構わん。いいから早くビール持ってこい。はい。先生どうぞ。どうぞ。
在在，罗总。哎，老总，坐，等一下，我看看。